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兔兔狼频道，我是兔兔。狼，我们今天今天终于邀请我们第一组来宾，就是阿卡上了我们的频道，请介绍你们自己。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是阿卡贝拉。好，没有什么默契，跟我们当初一样。我们今天呢，想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企划，特谎系列。这一台现场在座四位都还没有用过，也不敢用它。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关键性的一刻先记录下来，由卡卡先来。卡卡，我们测试者，同意的举手。没有，到底啊，为什么要先测我啊？我没有。这个呢有两个模式，一个是电的模式，一个是震动模式。那我们想说，让卡卡先来试试看电的怎么样。那如果电的很痛，我们就有震动。对，后面我们就有震动。答应了。好，来吧，我为了 Cindy， 为了三在座三位，我们谢谢卡卡的牺牲，谢谢。笑冰王，真的，现在是真的，现在是电。请问你是否深爱着贝拉？我要先，我要先想象我很深爱他才行。对对对，就在想说被电到。是，这样是通过对不对？应该是，应该是先问了之后，然后再按。哦，我有阅读障碍。两个作品是干什么？这音乐，这音乐真的很可怕。好，好，好。好，开始测谎了。你有啊？我还没有讲，我还没有讲过。这是干嘛？很痛吗？很痛吗？很痛吗？就是会麻，会麻，它真的会从骨头里这样。我们要被震动，我们要震动，我们要震动，我们要震动。不会说痛，但你就是会就会不要震动，震动已经够吓人了。这根本就是整我了吧？那可能就是，那可能。好，现在是整的，那你要按那个 star 啊？你有没有幻想过跟其他辣妹上床？没有。哦，就是这样玩哦。我操！先这个跑完之后再按一次，然后就可以。所以再按一次就对了。刚刚会不会白变？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开。刚前面都是只是那个而已啦。再次谢谢卡卡的牺牲，我还在麻，真的吗？微麻，微麻。好，没关系，不要再这样欺负我们来宾了。对，你看，我是不是说，我是不是说他会给你呼呼？他有给你呼呼，而且他很快。嗯，对对对，在你还没有发现的时候，他就赶快给你呼呼。那我们第一位上刑场的人还是卡卡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。请问有没有曾经劈腿过？没有。冷静，大家冷静好不好？好好好。第二题，请问是不是觉得自己比另一半漂亮？没有。哎，你要我老婆那么漂亮，她真的觉得你很漂亮。我们发同一张形象照，她多称赞。很 care， 数字很 care 这样。请问，如果发现劈腿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不会。他是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哒哒哒，原来是贝拉，千万是不要劈腿，应该是不会吧？会出事情哦。请问可以接受另一半精神出轨吗？可以。他不行，他骗人。来来来，问一下，这个震动比较舒适的吧？我觉得你们应该用电吧，那个震动。好了，我觉得用电，用电。对，但我的已经结束了。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他精神出轨，但其实你不行。他可以跟 Irene， 因为他很喜欢很多韩国明星啊，我也很喜欢很多韩国明星，我就很常幻想。可是那是到什么程度？就抱抱。可是那是明星啊，就是如果说是生活周边的人，应该还是会在意吧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我真的很差劲的话，他去精神出轨，我就觉得情有可原。例如说，我真的又肥又丑又颓废，然后每天挖鼻孔粘在他头上，然后他受不了，那他去爱漂亮女生，我就应该可以接受吧。但如果我很好的话，然后他精神出轨，可能就会比较无法理解。那你现在觉得你们，你很好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花都给人家掉，应该现在应该还行，应该还行，很好，正常。现在很好，现在很好 ，OK， 没关系，这一题可以留着，等一下测谎。你们现在好不好？再问一次。真的是问我吗？好了，我结束了。来，好期待，老婆，你现在是用电的哦。可以不要吗？
不行，拜托了。我觉得你如果说实话的话，你根本不需要害怕。你知道用这个电，我还没有问问题，我就紧张到被电。那不然这样，你就试试看，搞不好你全程不会被电。如果你真的被电一次，我们就改成震动，改成震动啊，对不对？对嘛？刚刚也是这样。公平公平，我刚刚什么都还没讲。那每个人都这样吗？对对对，每个人都这样。哦。问啊，请问会不会觉得另一半太黏？会。哦，所以你不会觉得我太黏啊？很痛吗？不会，你很平静哎，真的很平静哎。你刚刚演得很夸张哎，我刚刚真的很痛，刚刚真的突然被吓到。他很哎，可是会刺很久，对吧？来，如果有人要给你1000万，让你跟你的另一半分开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哦，你的价值超过1000万，1亿可能就愿意。那换一个，好，再问一次，1亿是吗？请问现在是否对你的对象还有心动的感觉？他眼神很死。请问兔兔在你眼中是否是最特别的？是。不是。你很经得起考验呢。这种黏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被黏。把他绑起来。把他压死。请问有没有打过分手炮？没有。那你家姑。哪？其实不会痛哎，还好。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要整。你知道那个表情一直这样子，就是那种上吊这样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你让他弄我吗？我都跟你讲过，我真的没有。好了，你们可以亲一个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亲一个和好，亲一个和好，让你们表现一下，表现。又不是刚刚分手，亲那个。对，请问有没有对对方说谎过？没有。有没有电？可以帮你说，这也没什么，就可能是白色谎言。像他一天到晚跟我说，我说你折衣服了没？我在折了，折了。然后我跟他说我已经停好车了，然后回到这边看他可以再折。那一步就是现在才开始折，大概就是他问我说，老婆我是不是很胖了？我就说没有。没有。请问，如果卡卡跟前任当朋友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，因为你已经。不是啊，我都没有，我真的可以，等一下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女生都是非常的口是心非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女朋友说什么，我真的接受，你可以跟你前任当朋友，不是，真的可以接受。我只是我在跟我前任聊天的时候，你根本就在生气。没有，因为他有跟他的前任就是有回去聊天，他都有看，就是已经6、7年后已经变朋友那种互相关心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这么快熟。请问你跟卡卡是一见钟情吗？是。你跟我有仇是不是啊？你还想再被问吗？好吗 ？OK。你想要平反吗？你想要问一个什么？你指定的题目好了，不会被电然后通过的。因为我是女生嘛，是。然后你还被电，那就是以上都是假的。那就问我是女生好了。如果我等一下还被电的话，我就好，先去变性。好，我来问。请问你觉得你自己是女神吗？不是。所以你觉得你是女神？我知道我的不是。他刚说女神，但我想说，不是问我是不是女生吗？你是故意的耶！我看你们三个这么可怜，我决定我自己还是也跟你们一起玩好了。当然要，当然要，来来来，那你们就直接就是问你们现在想问的。你觉得你自己是女神吗？不是。有没有假高潮过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好，羞耻哦，羞耻！不要哭，我很不好吗？我觉得他真的不整。还是不要这么整的。面前亲一个和好，给你秀啊，快点！你表现得很好了。米粒在说谎。我想问你一个刚刚三个问题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有没有打过分手炮？没有。就
怎么样？你要不要问一个测试题？就是你百分之百觉得过早餐了吗？好，我现在已经再来测试一下它的机器到底是怎样在换。请问你吃过早餐了吗？吃了，麦当劳的早餐。我觉得应该是心跳有被干扰到，脉搏之类的，可能就会被跳。像我刚刚是紧张的时候就被电了。那你真的有没有单手跑过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。就是我大概就是的三年之间的事情，其他就不记得了。结束之后就分手，所以觉得这不算。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定义。那我是否要做一个小指甲？要，我们要继续玩一个小指甲。他想玩，好，来，我有来补完嘛，补完嘛，对不对？我有个问题一直很想问，贝拉是你的最爱猫？是。而且你知道他刚被电的时候，他屁股其实有震动，屁股紧了一下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也应该要聊聊了。我觉得他根本就只是想电我。没有啊，要不然来啊。来啊，我就关起来，关起来吗？不信，不信，我不信。你有没有自己来的话高潮？电到我，他不准，他不准，他不准，他真的不准，他真的不准。但是我觉得，啊，小狼乖，不要哭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真心话与大冒险，有准与不准，大家可以自行判断，自行脑补。有想要私下问的问题，可以直接在下面公开留言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在一个可怕的过程中就这样结束了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而且还会有下一集哦。大家看起来，拜拜。